的人很多哎、欸，我发现。对，我刚刚发现你交友圈是蛮广。啊，前面还骗我说我其实平常就比较内向，没有，我说平常比较宅。哦、比较宅。对，宅的男生不代表没有朋友啦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们上礼拜来宾啊，那个什么、刘承言哦，对，对他也是说他很宅，是不是音乐人都比较宅啊？对，宅在家里做音乐，小宇宙。对，但是宅在家里也可以听广播嘛，就是这样认识 DJ Dennis 的。哦 ，Dennis 那很熟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开玩笑。然后我刚好那一整个礼拜都是去 Hit FM， 然后去探班，然后探班的时候我刚好坐在那个啊麦前面就贴 Hit FM， 然后我就自拍一个，然后我就开始模仿。哇哦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Dennis， 现在我就是跟三位主持人在这边一起搞笑。哎、欸、很像哎、欸，真的吗、啊？跟我平常听到的，哇、欸、哦、欸 wow, 是第一个是真的。只要没有看到脸，对，而且他的因为他的音调有点 A B C 这样子。那你可不可以念一下你的歌词？就是然后用 Dennis， 然后一口气、欸、你办法吗？用 Dennis 唱你的预告，对预告，这一定很好笑。你唱想说啦，哇、wow, 哦，这个好难，这怎么可能做到？你好，快来介绍一下预告这首歌这样。哇、wow, 哦，现在带来是讲的家的都想不是预告的，再一次。哇、wow, 大家好，我是 DJ Dennis， 现在介绍给大家是一首讲的家新的歌曲，叫做《预告》，非常好听，这个曲风很 rock， 然后我觉得自己每天听的时候好像回到校园的感觉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，听的好像哦，好厉害哦，很厉害，像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像，你有抓到很多细节，真的哈、哦，真的，下次我可以。